然后怎样才是路人？算了，我还是用一下好了。你要设几号？他怎么用处？他怎么用处？设我的那个，先设，然后再那个，再拉克就好。你生日啊？好。我完全忘记密码了，算了。我忘了我自己的 WiFi 密码。哎，有在录哎，你已经在录了。你往你的正前方看那个的。好，那就维持这个角度。好，那你帮我看啊，我的。你的我，你的看不出来要按什么才看得出来。有在闪红灯，有啊。角度就是到那个牌子的最顶。我说下或上，偏下，偏下。偏下好，那可以。好，那就下一件事换鞋这样。我先去换好了，我先去换好了，好不好？两个卡住啊！我先去换好了。不要，就拿出去了嘛。就觉得那有东西多啊，就麻烦了、啊。这边左右边吗？
先换然后再弄。来，放好你的票夹里。你还没戴在手上？还没。啊，对啊，就一起坐着弄一弄吧。我也弄一弄。用 B 的就对了。对啊，都是 B 的。网络那边 OK 吗？很慢，但是勉强 OK 的。哦，真糟糕哎，这里两家信号都不好。嗯。我还是让它露出来了。好像有点冷。一点点。这个线好烦哦，啊，我放后面。你放什么？你要我帮它收少一点吗？你怎样？是帮我放在后面。是后面啊？那你地下会太长吗？我要刚勾到我。你觉得下面会太长吗？不会，它现在打在我前面，你可以。好好好，我收这个，我是说其他的地方。不会。其他地方也 OK 吗？嗯。我帮你再扣一次。哎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有在录吧？有啊，有啊。好了好了，那就完全的开始了。去坐缆车吗？那也要去看一下大明华到哪了吗？好，帮忙看一下了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恐怕网络都不好。没有。你传一个说，他到了西馆，他到了王子西馆这边再叫我，自己想办法活过来。嗯，那我们还没热身呢、欸。那在这里热身，那就走。好、啊，就这样，就这里。小心小斜度啊、哦，选好等一下的位置。丢。招男又撒谎，好丑哦。啊。2020 go go 激发。哎、欸，我有件事情忘记做了。嗯，就是我要开我的录音啊。什么啊？这完全缩进去了。好，录音就算了，明天再搞。今天是阴天，据说在这里也会看到猴子在路边跑。是假的？然后有一些一只大的民宿啊，窗户上会写警告说出门前把窗关好，不然猴子会进来捣乱。嗯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这里人没有很多、啊，这已经是那个哦，这个没拿下来，放我口袋。哦，你的有吗？我已经拿掉了。好，我觉得有点发热。好难弄，这手套好难弄。
我也觉得，出来觉得还好。我穿鞋子了吗？好，你上来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最后还是忘了缝啊。我没有，后来就没有想缝了，因为我觉得应该很难缝，因为它很硬。好，过去了。好，等我一下下班。去 BB 啊！我要等你啊。挡住路了。这边。你这排队，因为你他妈的太恐怖了。因为这直播不一样，那排队可以啊。你急什么啊？我觉得我额头有点冷，你看一下我的额头是不是有缝？一定有缝的、啊。但是我觉得今天没有真的那么冷，所以我觉得就还好。嗯。好了。脚不太受控，还没有习惯控制我的脚。你看有没有办法扭到正直的、啊？对啊，就是我刚刚就是不行啊，两次才自己绊到自己。不然我们这个要滑两次吗？反正这个不管怎么滑都会滑到一个缆车，所以没差。他来找到我们，是不是就要吃午饭？我觉得我们应该现在有饿吗？还好。这应该是那个从隔壁雪场滑来的。是的。对。所以他就是从这边来。应该是。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的是，我们现在上的这个缆车啊、嗯，是哪个方向的？糟糕，我们连雪票，天气很好，我们连雪票都雪地图都没拿来，我想拿地图。啊，那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。
然后刚看到的是左边这条，然后我们就是坐上去之后，沿着这支滑下来就回来。那如果上去换了一个方向，就会滑到中间，就这样，没有特别的。你说好。然后都能滑、看你要滑回原地还是滑到中间。滑到中间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到山顶，有大缆车。但是这样感觉滑好少，因为坐狗狗啦就要滑的时间。那这样太阳跑出来，我们要不要去山顶看看？看过去。今天的预报是说大多云，时起下雪，太阳照出来之后，这样就到了。到了。应该那个顶就到了。这个树都太细，它装不住雪。应该说它叶子都掉了，它就很细啊，那个上面它只有大的粗的枝干会有积雪，其他都没有。这一段坡度比较大。我不是去玩那个 VR 的那个滑雪，完全不行。因为 VR 的滑雪那个是往前直冲，然后我在那边一直刹车，一直刹车，结果根本没有到站。你说时间上来不及吗？对，时间上来不及。你干嘛一直刹车你就冲啊？因为我觉得好快，我想刹车，很努力的。我觉得我身体非常用力。他有让你穿上雪鞋的东西吗？没有啊，那只是踩在一个板子上，然后那个板子可以这样左弯右弯，还有那个脚踩的地方可以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水平的这样左右。就两个可以走。我觉得蛮冷的。现在。因为坐缆车嘛，就是冷。而且那个雪会不会？你现在手套戴一层还戴两层？一层。我另外一层放在这里。看这个就有积雪在叶子上。好冷。越上越冷。今天人就这样子的，那礼拜一人又更少。今天是礼拜六。我觉得放心了，沙尔山就已经，沙尔山跟伊之濑就已经是人客了。人手山恐怕人更少。等一下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去看那个人手山的那个坑。对啊，看看那里有多少人。慢慢写啊，要吗？前面的根本没放。没有，就这样坐着。你看还有那么多绿绿草，他们根本就还没有被冷过。讲中文。对啊。好冷啊。现在在哪里啊？我们在五号这里。好扁。那就滑中间吧，然后可以坐拱拖了。你想要热身两次的话，我们就左边一次，右边一次。那你想要直接去山顶看，反正也都是绿线的。先热身一下啦。好，那就右边。
我的脚现在合不是很起来，还在适应一下嘛。没关系啊，都可以。你要走哪边？那你不是说要走右边？就试试看啊，你感觉第二次就是一定要走左边嘛，所以就先走右边。下不去。你看我的脚很不协调哎，等一下，就是这个山有点翘翘的。就是我的脚现在还很没有办法协调。哎，你安全帽没有扣哦。是啊。嗯。现在脚还没有适应穿重重的雪鞋，然后你的脚到底会不会转？要转吧。你先不要想太多，你就轻轻松松的到自己之前的记忆。现在就忘光了啊，马来西亚身体会记得。那我先慢慢下去哦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你看我都会很想要转很多，然后很紧张这样。你先走好了，然后不要离我太远。那我就在你后面就好了。哦，我觉得我脚现在就很不顺畅啊。很高，这样是初级耶。为什么这样是初级呀？
歌好拍哦。就是一条一条的啊，大腿就觉得很酸了。有没有热起来？有没有热起来？还没。怎么办？脚都在用力过猛，大腿酸。滑到第三天、第四天再来放松。为什么感觉没有很快？你会比较紧张。Thank you.
费吗？嗯，我看我的没有，他只有收一箱好而已。好，我看到了，什么都没看到。你要说一声好啊。我是说脚酸了，到底有没有网路呢？欸，我的信号回来了，会不会只有在网址里面没信号？但是我也没声音。因为我是说只有我有网路的，我去搜索一下。上面也快，欸，不过坐车到山顶没有学到，我印象中没那么窄。嗯，对，等一下去山顶。你看我一下，我检查我们都到齐了，鼻子也有，你鼻子是露出来。镜头什么事都没有啊，我有一个预备帽子放在裤子口袋，嗯，这种人发的时候先戴个毛帽就 OK。 我觉得吃完晚饭大部分缆车都是快到四点，早上八点半到。对，就是叫你四点收工的意思。我们自己的计划呢是要坐四点的车，所以也不能四点才收工。那就三点收工，然后包一包，擦一擦，弄一弄，然后走路去宜之爱站吃饭。你说今天的晚上？今天晚上不然你要吃什么？今天的晚上可以直接吃王记。为什么？他这里的地方没有到。你要找那个位置。他的话，那变成他要坐过来。是啊，如果我们今天就滑烧了山，滑到结束了，那反正是他要坐回去。但是坐回去最晚的车，他要花钱回去，或者要走回去。好，那他走两站。是可以走下一站。雪地，我刚刚拖行李的时候就觉得天啊，如果有一点斜度，我这鞋就很难上去，真的。你是说那个球鞋？对，我觉得上次白马完全没有坡度，这次所以还好。这个我真的地图上看不出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车子不停在门口，为什么停在下面？它真的停在外面。那个坡我真的快累死了。因为它有巴士站的那个地图，然后我就查了一查那个，查了一查站，我把 GPS 上每个地图的都标一标。那标了看这个，就是在外面，我知道是在外面，但我没料到有这个坡度，挺要去的。哎呀，我真的坡的。我大的我都快累死了，大喘气，真的还是喘气耶。然后我就也没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，后来我就想说躺在那里，然后躺着地。
走那边。哪边？这边就是下去。哪只？嗯。而且我觉得它的血很黏。哟。
对。这里啊、哦，对啊，哦好。売れるぐらい曲げてやろうか。
对不对？狼鸟没清楚啊。上一个是他说他找到选举，我猜。
券。哎，他有说他换票，那他在着装啊？忙东忙西。比较多吗？嗯，餐
图吗？这是沿路走绿的，都是绿的，一直到最中间这个缆车站，就这样。哪有？看到没有？哪有？左右边。Beginner course 十号、九号、八号、七号、六号、五号、四号、三号、二号、一号，就回来原来的地方。OK， 什么啊？十号圈圈一路滑圈圈。不要说粉红色的吧，橘色跟咖啡色都是就是红色的。要橘色、咖啡色、红色。啊，我们要滑的是 Beginner Course 绿色啊。嗯。就是往下的这一个啊。你同时，我们这边不是也可以去滑九三角形九号红色？总之你就是，这会到南馆去，要看路。我们坐这个缆车就是南馆。哦。我们刚滑的是 South Course， 一路滑到南，坐这个缆车上，我们现在又要这样下。嗯。所以就是沿路都绿。你要下，你要都走绿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当然走绿的啊，第一趟走绿的、啊。然后刚刚冰冻，所以这里没有吃的、欸。那就是当然就滑到底了，然后他也可能没有，那你就跟他讲一下啊，问他饿了没？那我们要故意去西馆跟他会的，西馆的话也有吃的。好啊，要不要？好啊，那你先跟他讲一下啊。好，我看一下，不能，这里是山顶，不能。他吗？是他吗？不是，我现在才收到你的，你到哪？突然觉得进风了。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啊，我怎么觉得凉凉的？那你等一下帮我拉、啊。哪里？你要拉起来，你是不是不会冷？不，我刚滑快一点会冷。举起来好吗？不好拉。对啊。啊，我手脱掉了。有信息吗？他说他要去稍微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以中间为目标。什么中间？我要不要传一句他在西馆等，我们在西馆吃饭？可以啊，我就有点饿了啊，我有点饿，而且你就看起来又有点早，要吃早饭。好冷。好、哦，可以。他说可以啊。我说好，传出去了。我想要给他搓搓看，但是好像有点难站过去。嗯嗯、我现在传很慢才出去。网络，哎、欸，我现在讯号好烂。我现在有一句传不出去。他们也有白滑 course。好了，走吧。好。好。好。然后我们在中间要回到那个刚刚那个分岔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再确认一次。如果他已经回应了，那我们就直接滑去西边。嗯。还是直接就滑去西边？因为我就有点肚子饿啊，你没有饿吗？滑去西边吧。你没有肚子饿吗？我是没有。你用到人家板子。你没有穿好。我知道。还是没好。
不是圆圈的粉红吗？传讯息耶，一张地图啦，它在狮子哎、欸，什么是狮子？那就是什么是狮子？
你问他饿了没？我有点饿。叫他等吗？没有，就他可以去滑一段短的啊。他说我没有用。问那个。好啊。是。一次四人缆车回原地，他不说，我们还在白滑的头上面。看地图，卡诺拉马 course， 白华 course。右边都是比较难的，中间是比较简单，左边是比较难的，右边是比较简单的，一样可以一路滑回西边。滑不去，滑不回去，会滑到另外一个雪场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原称 official 的雪场地图啊？有，不要用那种有的没的，好不好？那个有的没的是真正的会对到那个。去刚刚怎么没有拿？我去买票，拿票的时候怎么没有拿？哦，我有留了。这里，烧鹅山。我们在白花 cos 的头，白花 cos 的头。奥志赫。白花 cos 的头。烧鹅山第一广多了。嗯，还是另外一个地图，你再等我一下。呵呵呵。这树也挺漂亮的。有了，好了，来，白也只有 Panano 嘛，白华没有啊。有白华不能，白华滑出去又要回来，而且都是红的。然后 Panorama 滑下来，再可以尽量中再来是唐松。嗯。选 Panorama 好了。左边。因为白华也是红啊。嗯。对啊，好，往左边滑，然后在下面往右滑，往左滑最远顶多到南馆了、啊，不会跑去别的地方。啊，我要要回西馆吃饭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是说即使万一出彩的话，然后中间当然岔路也是要看一下地图。唐松啊，好走，唐松那嘛。六。
我们会不会很路障？要不要旁边一点？旁边一点。我有没有比较顺呢？有啊，一定有。哎，刚才不耐烦啊。我说有啊，一定有啊。还是不耐烦，我又藏不出去。我现在就是不小心会把信息中心刷出来，然后他又不能 Face ID， 我又不知道怎么把他那个叫出来。好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怎样？搞不好我们在下面就可以汇合，我直接跑去那边吧。走、哦。我都有传出去吗？有。那我们就直接回去了。好。长松，蛮短的。没有想象中的长，而且我觉得红色还好哎，我觉得刚绿色有些还感觉比它陡哎。刚刚那不像红的，那像绿的吧？啊，这边都还比它陡。也靠的问题。你要走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。哦，嘿。不觉得比刚刚的都陡吗？我现在看起来又没有刚刚的，差不多啊。你就先下啊，不然我会挡住你，你就要一直刹车，很累。你就先下啊。鞋子好像要掉了，然后整个脚去把那个鞋垫抓开。
在上坡速，这样子等一下回去坐缆车比较方便。好、啊，哦，脚会酸耶、欸。要靠墙壁吗？是没擦的，好啊，还是擦在那边。Okay. 他在狮子啊？对啊，就我没有想要滑冰啊，不然等一下来滑板。あいつら滑ってからちゃんとここ。うん。超寒い。よいしょ。快给你帮我放吗？啊，两只叠在一起不就好了？深一点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好走。狮子哈，他讲狮子，拉面拉面，狮子的中午是拉面，嗯，晚上的话是比。晚嘞，他们在车下一楼。啊，是啊。我想去拉面。我也是啊。不然上面也可以，出去再说，找人再说。先找到他。对啊，找人再说。小冰火。你滑过来很辛苦吗？滑过来很困难吗？坐一个缆车再下来就好了。对啊，你要吃这个缆车拌面就方便。我要吃，哎呦，担担面也啊，还有那个哎、欸，你要什么？麻婆豆腐。哎呀，我们到时候就会变每天都吃这个。好啊，就吃啊。五种东西。只有。它上面有写啊。五种料，你帮我先松开，还要帮我把鸡关机。关机。